想你啊，宝宝，妈妈也想你。童年是孩子个性形成的重要时期，乐宝语音机器人针对孩子0到7岁敏感时期的习惯和需求设计，合理的教导孩子成长。按键操作非常，点击对话按钮，宝宝可以和语音机器人对话，让宝宝拥有一个小伙伴。您还可以录制自己想要的内容，通过语音机器人播放。说出想听的内容，语音机器人会进行交互并搜索得到相应内容。丰富的 LED 灯表情，节能环保，又能吸引宝宝。